微笑就好了。他礼貌的笑着，礼貌的笑着。他温柔的笑着，温柔，温柔的笑着。什么来着？他都怪你。哦，他，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你在啊？你谁呀？谁啊？电梯太小了。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？我的行李椅子根本就放不下。哎，你们是干嘛的？对啊，我这次别放在这里。喂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我还你谁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听到没有？哎呦，那我就教教教教吧。喂，你听到没有啊？啊？这次代表了我的态度，他们真的太过分了，完全没有顾及我的感受。我跟你说话呢，我必须要跟他们刚到底。你谁呀？啊？这个我不担心，我回头找个工作就行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听到没有？什么热脏鬼啊？喂，我好跟你。我跟你说话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喂，喂，许德志，我是房东。哦，房东啊。你室友搬走之后，那间主卧就一直空着。我姐们过来住两天，暂时过渡一下。她这人啊，特好相处，你多照顾照顾。不，这不太方便吧？许德志，这房你租三年了，我一分钱都没涨，你上个月房租还没交呢吧？房东。稿费到了，我马上就把房租补齐，好不好？在房租上，我可是够照顾你了。我姐们这事儿，你看着办。不，喂喂喂，哎。你这什么品味？这种狗血烂故事有必要买这么多本吗？不过，你写的比这个还烂。这也是我写的。啊，我说呢，这么多本原来是卖不出去，留在这积灰呢。这位女士，请你现在就从我的房间里离开。这现在是我的房间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虽然呢，你这个房间有点小，不过你觉得让一个女孩住隔壁的垃圾堆合适吗？好了，哎，别忘了带走你的软肋。